10月26日中午，相声演员岳云鹏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图片并配文“本人的一天”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图片中，岳云鹏详细列出了自己从早晨6:30到凌晨1点的时间安排。表格内容无厘头，气息十足，网友还精心总结出了时间表亮点，方便大家观看。例如赖床1小时，吃饭5分钟，梳妆打扮1小时，辅导孩子作业2分钟，思考晚饭吃什么1小时，看书学习5分钟，吃夜宵近1小时，睡不着5分钟。更搞笑的是，50分钟做10个俯卧撑，平均一个俯卧撑5分钟。网友纷纷被小岳岳打败，并开启吐槽模式，一天光上厕所3小时啊，称体重5分钟，秤坏了还是你坏了，单独辅导作业只坚持了2分钟，糙汉子无疑了，十分搞笑。